四大 MC 我们有两个啊，一个已经做了表现，那么 B 站另外一位受欢迎的热门的 MC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给我们传达这一段这个资讯和公益的讯息呢？眼镜好咱们有但什么什么什么的啊那那咱们就那谢谢怎么说干什么的好晕小蔡老师村干部范儿应该拿个大缸子对来预备开始有话就说你哼哼什么呀因食用冰冷的食物造成急促性的头疼在医学上被称作冰淇淋疼疼这是遵循疼痛啊口音一般是快速吃下冷饮几秒后出现大缸子还得吹对还得吹一下把那个茶叶喝完之后还要吐一下那个茶叶渣可以30到90秒针疼疼达到顶峰猜一下猜一下你真对得起 B 站真的是全乳肉啊全我听到了全乳肉最细腻的冰淇淋不仅口感细腻心思同样细腻由最细腻的冰淇淋品牌联合冰箱夹头夹头跟腾发起关爱受害者及正确引导冰淇淋健康吃法的活动已有万人点赞当然这背后也有问题问题在于你们吃冰淇淋过去的方法都错了冰淇淋拒绝狂野暴食现在冰淇淋要回归舔得起上好棒虽然是新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个回报也够了我们现在开始正式干活好吧好的刚才没干活刚才就是热身热身